小伙伴们，悄悄地告诉你们一个可以免费拥有新皮肤的方法。今天我又来读私信区了，这个小伙伴他说，鸽子大帅哥，他想要一个皮肤，什么皮肤呢？他也没有说。这个小伙伴用的是一个花小楼，那看视频的小伙伴记得帮鸽子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把你喜欢的皮肤写在评论区，记得一定要写在评论区，我会经常从评论区中抓喜欢看我视频的小伙伴，帮他盘皮肤的。小伙伴们，我这就帮他盘个熊小吉吧，他都已经有花小楼了，看我的魔法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迷你币已经变多了，现在就可以盘熊小吉了。小伙伴们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萌宠呢？我觉得萌宠非常的好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他现在有三个皮肤，花小楼、熊小吉和妙妙。小伙伴们记得把自己喜欢的皮肤写在评论区呀。